去年国际透明组织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公布了政府国防廉洁指数 Government Defense Integrity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GDI， 在全球86个国家当中，你知道我们国家排行第几吗？我知道 ，Number 6 in the world and number 1 in Asia， 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表示国军在推动廉政建设上受到国际间很大的肯定，更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的确，要成为优秀的军人，当然除了有爱国、勇敢、负责等这些特质外，廉洁更是官兵同仁在军旅生涯中最基本的处事原则。对，我认为廉洁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persistence， 即便没有旁人的监督，同样也必须做到自律跟慎独 self discipline， 拒绝各种外在的诱惑。那副校长，你可以教大家廉洁的英文吗？其实刚才 GDI 就有提到了，廉洁就称为 integrity， 同时也代表正直、诚实和完整的意思。而在国防部政风室的网站上也有出现这个字哦。没错，这句话是 integrity never second， 意思就是廉洁优先。好的，今天的军人优质形象节目，就让我们一同来了解廉洁的核心价值，请认真收看。反贪腐是国际间衡量各国家廉能的重要指标。国防部近年在推动廉政工作上表现亮眼。国际透明组织2021年公布政府国防廉洁指数评鉴，我国与德国并列第六名，三度获得低度贪腐风险的 B 等级，不仅代表国军的廉洁受到国际肯定，更彰显中华民国与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区域安定、捍卫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我国专责廉政机关法务部廉政署对于这次能交出亮丽的成绩单，廉政署署长郑明谦强调，这是政府各部会相互合作并落实廉政建设的成果。国军在这一次的国防的一个廉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成果，也持续获得国际的一个肯定哈。那交出亮丽的成绩单，的确是实至名归哈。那国防部是在2013年来设立这个政风室，那积极来推动廉政的一个工作哈。那强化国军对廉洁、透明以及克责的一个认识跟落实。那法务部跟廉政署也多次受邀，我们国防部举办的国军廉政的一个论坛的相关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法务部的蔡部长，那也受邀对国防部的这些高阶干部来发表我国当前廉政政策的一个演讲。我们廉政署会持续跟国防部来合作，深化廉政的一个作为的一个落实，希望能够交出更亮丽的成绩。我们都很清楚，全民非常清楚，其实我们国军是非常的一个辛苦，那几乎是24小时的在面对境外势力的不法的一个挑衅。那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一个国家，我们非常强调廉洁、透明跟克责，所以我们跟国防部也要持续的合作，在推广这个一个国军的一个廉洁教育，重视廉政的一个价值。那我们自主国防这部分也需要民众的一个支持，因为究竟我们这些的国防军事的一个采购的预算，的确是人民的纳税的钱来支应的，所以我们在一个自主国防的一个要顺利的发展，必须要靠全民的支持。国军若坚守廉洁、透明、克责这些廉政的一个价值，一定会赢得我们全民的一个信赖。因为一个廉洁的一个国军、廉洁的一个政府，是我们老百姓所希望的。廉政署会持续跟国防部来在军中，在我们推广廉洁的一个教育，也让我们国军能够深刻的了解这个廉洁、透明跟克责的一个价值哈。所以我们在一个廉洁教育，也希望国军在一个廉洁的一个议题，能够了解透明与克责一个重要性。唯有在建立廉洁基础的一个自主国防，才能够真正获得老百姓的全民的一个支持。事实上，国军倡廉反贪脚步不曾停歇。
国防部自民国102年设置阵风室以来，积极推动肃贪防弊工作，并透过国军高阶干部廉洁教育讲习、国军廉政论坛等，使反贪腐意识内化于官兵心中。尤其今年度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为落实电子化政策目标，除部分人员依国家情报工作法采纸本申报外，网络申报率更达100%，展现国军使命必达的执行力。其中，长期推动国军廉政制度的国防部副部长薄鸿辉更是切身体会，此一成果得来不易。国际透明组织于110年11月16日发布第三次政府国防廉洁指数评鉴成绩，台湾的军事廉洁度与德国并列全球第六名，连续3度的国际评鉴均获得低度贪腐风险国家的 B 等级优异成绩，是全军官兵在各个机关部队中恪守军纪营规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使得国军整体的廉洁效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自本人担任空军常务次长时期，及督管国军参与国际廉洁评鉴事务，深感廉洁与民众支持具有正向的关系。一个国家拥有评鉴极高的廉洁度，他的军队往往会获得民众的高度信赖，反之，即使军力排名再高而贪腐横行，其军队不但不受人民的尊重，亦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挞伐与孤立。国军长达5年的评鉴过程中，即使面临对岸基建环绕周遭海空域的强大武力威胁，仍然坚持廉洁信念，维护单位的荣誉，戮力战训本务，守护国家安全的精神值得肯定。本部近年来透过办理高阶干部廉洁教育讲习、各部队巡回廉政宣讲，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廉政专家学者参与学术论坛或发表论文等方式，积极推广廉洁教育的宣导工作，深化官兵不能贪的意识，已见成效。后续将积极投入廉洁教育与宣导的工作上，坚定维护国军的清廉形象。台湾透明组织协会表示，国防部应确实做好前瞻性反贪腐政策性规划，加强国军的廉洁意识，形塑国军反贪腐文化的建言。国防部将综整外界的客观建议，并针对军事行动与采购评鉴较弱的方面，列入第4次的国际廉洁指数评鉴准备的重要管制事项，会同专家学者共同研拟与精进国防廉政评鉴准备的事务，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良善廉人治理环境，持续争取国际军事廉洁度的评鉴成绩。国际透明组织长期致力于打击贪污腐败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反贪腐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台湾透明组织协会理事长徐仁辉认为，反贪腐需要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才能让民众真正信任政府，进而支持各项重大政策推行，让国家社会更幸福安全。国际透明组织除了做此项国防廉洁评鉴外，每年也对各国进行贪腐印象指数，简称叫做英文叫 CPI。 这个评鉴我国的表现也是非常杰出，在180个国家地区里面，我们名列第25名，绝对可以说是属于前段班。那国际透明组织发展出这些贪腐测量工具，目的是在唤起各国民间社会能够注意与重视贪腐问题，进而积极地督促各国政府进行反贪腐工作。例如我国就非常认真地去执行联合国反贪腐公约中的各项法规制度规范，
同时我们也制定有国家廉政建设行动方案与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等制度。那台湾透明组织协会是台湾20几个大学的政治公行学者所组成的一种民间组织，它是国际透明组织在台湾的唯一的分会。20年来，我们一直与政府廉政机关密切的合作，进行各项研究、咨询、民意调查、廉洁教育，同时也协助政府推动各项廉政创新业务。例如最近各机关推动的廉政平台，以及对部分的机关进行廉洁评鉴，以及颁发廉洁金质奖。我们向来深信廉政必须要政府、企业与公民大家共同努力，如此才能有廉洁、透明、负责的公共治理，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人民的生活更安定有保障。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荣誉能够继续下去，也唯有有负责任的廉政的廉洁的国防，才能够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长期投入产官学合作教育工作的台湾透明暨诚信治理学会理事长萧宏金十分肯定国军在落实依法行政的努力，让国人看见国军捍卫国家、守护人民安全的努力成果。这个评鉴指数呢，是全世界最有权威的，针对军事贪腐风险最有权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使用。第二个呢，这个评鉴的指数经过3次的评鉴，它的指标或者是方法越来越成熟了，所以它现在对我们有3个重要的意涵。第一个意涵，它就是对我们军事的廉洁风险还有军事费用会有一个公开透明跟苛责的这个目标。那第二个，它会有一个政策上的意涵，我们政策通常会分作政策制定还有执行，那这个评鉴呢，可以针对政策制定跟执行中间的落差，在做评估的时候，它能够做到一个非常有法规、政策还有制度上面的一个效能。那第三个，它会落实所谓的国防廉政精神的一个地方，所以会给我们这个整个的评鉴的架构，会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向性的一个借鉴。现在全球的局势是进入冲突的时代，所以各国的军事费用也逐步上升。按照数字上的统计，2021年底，全球的军备费用已经达到了2兆美金，然后换算成台币，等于是55兆7亿台币。所以呢，在这个军费高涨的时候，国防的廉政是变得很重要。然后再来呢，我们这个评鉴的排名呢，实际上对我们台湾其他在国际上的指数排名也有助攻的效果。我们在这边简单举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在2月10号刚刚才发表的英国经济学人的排名，他们所谓的民主指数，我们已经连续2年进入标准是完全民主国家的行列，而且今年的排名还前进，从原先的第11名进入到第8名，而且是亚洲的第1名。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参加这个的时候，国防这方面的表现不仅只有国防本身，我们在台湾其他方面有很大的贡献。那再来，我们呢再跟各位分享为什么我们参加这个评鉴呢能够得到国际透明组织肯定的原因。我认为原因有3个，第一个是长官们高度的支持，第二个是国军的资料真的也是高度的透明，第三个是我们所谓的公私协力或者是军民合作的确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方面我认为国防部做得相当的好，然后同时间也开放了外界的专家学者包括国际的学者来参与，所以这个我是认为这个是国防部这一次为什么能够得到国际透明组织肯定的原因。此次国军获得政府国防廉洁指数优异成果，有赖每一位官兵恪尽职责，努力战训，
为守护国家安全的无私奉献，并以廉洁为荣，以贪腐为耻。同时，国军各级部队无论在建军备战或行政作业，均依循法令规章的要求，落实施政透明化，展现了国军廉洁自持、依法行政风范。111年，政府国防廉洁指数将迈入第四次瓶颈时期，国防部将积极精进国防廉政工作，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良善廉能治理环境，塑建一支廉能精实的现代化专业军队，实践捍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